散光是做近视眼手术最佳的手术方式，为何这么样说呢？因为我们都知道哈，散光不同于近视，近视的病呢，单纯的近视，它在360度的范围内，它的那个近视的屈光度是一样的，散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散光它只在一个方向有度数，其他的方向呢是没有度数的。所以我们佩戴框架眼镜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可能这个眼镜，我们如果在几何光学的几何终点的时候，这个散光的矫正效果呢是非常好的。我们大家都生活中有一个经验，这个配框架眼镜的时候，这个框架的大小和鼻子的那个鼻托，对于它那个光学中心的定位呢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这个位置不合适，我们就知道在其他的位置上，如果不处于在这个镜片的光学几何中心呢，它这散光矫正就不彻底的，所以这种情况呢，效果就并不好。那激光呢，它可以针对病人的散光的一个位置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定位，使这个角膜的散光呢给它切掉了，以后延后呢，我们这个角膜就非常均匀了，这样的效果就非常好，这样病人的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力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部分的患者呢，它是一个混合性的一个散光，我们叫做那个混合散光的病人呢，它是这样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，他的眼球一个方向是远视，一个方向是近视。我们在验光配镜的时候呢，是通过两个助镜哈，一个那个近视镜，一个是那个远视镜的一个助镜，那我们进行一个矫正，这样它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视力。那我们在配眼镜的时候呢，我们想在同一个镜片上既磨出来一个方向是近视，另一个方向又是远视，这样的情况呢，就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，我们佩戴的过程中呢，必须能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结果，也是很不容易的。那这样的患者呢，我们可以提供过激光的方式，我们在一个方向切掉他的一个远视散光，在另一个方向切掉他的一个近视散光，这样呢，眼球在360度范围内都非常均匀一致，这样呢，病人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视力。